说明栏处有附 GPX 下载连结。影片会介绍登山路线和路况及景色。如喜欢这类型的影片，按下订阅就能在更新时收到通知，也欢迎按赞加分享，感谢你的支持。那么就来就开始这次的登山行程吧。由捷运淡水站搭公车875到天元宫站下车，右转，天元宫。往右边走，左转，无极真源天坛，往左边走，下阶梯后右转，左边直走，再往右边走，直走樱花园。左转，左转，直走，注意这边要右转。小路，右转，这边也有樱花。这边是往天元宫的路，有一边往枫树湖步道，直走，左转。福德宫，直走是往三宅顶步道，左转往枫树湖，左边是下山的路，继续直走，木兰花，
今年的花况很好。边走，右转，往左边走。木兰花，直走，走左边。右边是私人花园，可付费入内参观。右转，百姓宫。右边是车道，左左边往千光寺。在左边，这里展望很好，直走。慈德庙的展望，慈德庙往左边继续走，左边是往交头富轮步道，直走。右转走山路，右转，双轨的流龙车。秋天可以来赏金花丝笋，走中间的路，三岔路，路标，往上世界巴拉卡公路，往左走百六嘎古道。
路况看来少人走路，记不太清楚。写都市古厝，不过网络资料是城市古厝，应该是当初定牌时被附近的古墓倒了。古厝内现况，绕了一下有石墙后方出来。右边走，回望一下，左边是出去的路，右边看来也有路迹。上石阶来探查看看。建一个遗址，太阳遗址，原路回去。右转下去，顺溪往下走，溪石不稳，且多青苔，要小心走。跨过水管，水管往上走，
思墙，石墙边有突出的石阶，踩着悬空的石阶走，好像在闯游戏的关卡。注视古墓，走边缘绕过。边的上坡走，空的寺庙，继续沿马路走，左边可就往十八弯古道。水塔，渡桥，这段古道看来蛮前进的。左边上阶梯，路标，左右两边是水管。右边可往枫树谷，左边往车城方向，继续往上接巴拉卡公路，接到百拉卡公路出入口的样子。这边可就往刚才的三岔路，继续走公路，大蚂蚁，补给站，看到大蚂蚁后右转。接枫树湖古道，插园，比人还高的茶树林，直走，这边种植不少巴西鸢尾，去右边看遗址，这个遗址有整理过比较完整。探
摇椅子。原路回去。右转。左边可往二子山西峰，继续直走，右边可往枫树湖步道，继续直走。沿途路记清楚，偶尔有蜘蛛网挡路。过溪。再次过溪，五角石，继续前进，往左边走看遗址。很大的石屋，有不少有凹槽的石柱。面天平石屋全遗址，离开后往左过桥，休息一点，直走往二子坪，左边是斜坡路，这是走右边的石阶路。两条路都通往二子坪，石阶路虽然较短，但坡度陡，所以较少人走。到达二子坪，美丽的二子坪。走大屯平步道往大屯山主峰，往大屯西峰和南峰的路。继续往主峰走，等会要上的主峰，凉亭
继续往主峰走。漫长的阶梯路，终于要到顶了。台北大众走的举牌，大屯镇的小百岳认证点，左边有个观景台，可看淡水河和大屯山群峰。左边是车道，这是走右边的步道，步道入口。探探，有个石柱，原路回去。往左边继续走，大屯观厕所石碑。去左边柱子后面探探，有个废弃屋。继续下山，右边好像有路，也来探探吧。原来是展望点。原路继续下山，左边有凉亭可休息，右边有个鸡屎，不过草太密，会迷途只能放弃。下阶梯，右转接车到往二子坪服务站。右转。本次行程记录。